现年60岁嘅龚慈欣同前夫林伟有2个仔女，大女林海玲入行发展之后有最美星二代嘅美誉，而细仔林卓毅同样高大靓仔。日前龚慈欣带埋姐姐一齐出席饭局，见同场仲有龚慈欣经理人公司高层朱淑仪、郑少康晒出合照，并对林卓毅赞不绝口，表示我哋可以预见佢系明日之星。林卓毅曾经在接受访问嗰阵坦言唔抗拒入行，而龚慈欣同大女林海玲属于同一间经理人公司，今次带埋仔仔出席饭局，未知系唔系为咗仔仔入行铺路呢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。